这次买了二等舱的8天 Swiss Pass， 那还蛮方便的。我们住的饭店打开来，嘿，哎，下面是主街，然后风景还蛮好的，这个应该是马特洪峰。中午我们来吃 cheese fondue， 有一个好像瑞士蛮有名的香肠，然后有一个人要试吃，就他会附一些主食，然后让你裹这个起司。好吃吗？是什么味道？有酒味啊！有酒味 ！Oh no！ 有酒味。看吧，我就说要叫他不要加酒精。那是好吃的吗？酒味太重了。刚好看到有人在打冰上曲棍球。我们下午因为时差的关系都在睡觉，然后现在来吃一家叫 Julen 的餐厅，然后这家餐厅有饭店，还有他们自己的农场，他有养那个黑面羊，所以他们这家羊料理就很有名。我们晚上点了一个炖羊肉，然后还有一个羊膝。你的是羊膝吧？这个才是羊膝。是啊。对，这是炖羊肉。我们刚刚吃完晚餐，这样走路回饭店。哎，看得到后面吗？啊，其实超级冷的。嘿嘿嘿。哇，好冷啊！那我明明就会冷，脚露在外面都超冷的。我们刚刚躲回饭店休息，希望明天可以看得到。红马特风是马特红风。我们吃完早餐以后，你看今天的马特红风，超清楚的，好美哦！我买了火车票，现在要准备上山。然后有两班车，一班可以直达，然后一班是每一站都会停，所以我们打算先。直达之后下来的时候再一站一站停，哦，好酷哦！二转二转，而且这会直在曲岸上面。我们搭到最高站了，这里可以看到马特洪峰，然后有一个拍照的景点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超多滑雪的人准备滑下山，他们都好可爱哦，感觉很帅帅气。瑞士巧克力上面的山峰 ，Rotem 什么蛙哥？我们在 Rotem 某站下车，然后要 hiking 到下一站去，就是有一个什么小小的路径可以走，大概走一个小时。哦，人丢橘子皮在地上。走。外带麦当劳回房间吃，薯条好像没有台湾的好吃。然后外带就是你番茄酱多少钱？你赶快吃，很扯哎、欸，我觉得蛮扯，而且不是很便宜，就是一包要0.4法郎这样，有点贵。好，开吃。我们在寻找一个拍傍晚马特洪峰的地方，然后又可以看到。就是白雪皑皑的村庄的地方，找到了，觉得还蛮美的，分享给大家。
到饭店了。伯恩了，可是现在在下雨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躲雨，然后吃饭。哇，你看他们这里其实也有骑楼诶，跟台湾一样，蛮特别的。伯恩又称为喷泉之都，路上有很多这种喷泉，你可以拿去装水，然后就可以拿来喝了。给大家看，他们其实很多店家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地下一楼，然后所以在那个一楼就会看到上面有很多小门，然后其实都是店家，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喷泉，远处还有一个喷泉在这里。爱因斯坦故居没开，我们跑来楼下吃他的咖啡，其实氛围还不错，特别是因为外面还在下雨，所以坐在这里烤烤火休息一下。我们要从 Bern 回去 Spitz，跟大家说不要礼拜天来 Bern 哦，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查，礼拜天好像因为什么 employee protection 的政策，他们礼拜天是不会开门的，所以你礼拜天来就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食物店也没开，然后商店街也都没开，所以大家礼拜天不要来。 OK， 啵。我们现在在饭店的早餐，推荐大家如果来就订住宿的话一定要订早餐哦，因为这里星巴克一杯巧克力就要8元，然后早餐你吃到饱可能是15到20法郎，所以就是非常的划算哦。我们大概7点开始吃早餐，然后天从黑的然后慢慢变成太阳快要出来了，其实真的超美的。如果大家不敢行程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小镇住一下。哇，他们被拉上去了，呜呼！